साधना कर रहे। หยิบปืนสู้มันเร็วการต่อสู้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ครั้งนี้ได้รับชัยชนะสวยงาม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ขอบคุณเพื่อนทุกๆคนที่ร่วมใจกันทำการต่อสู้ในครั้งนี้ใช่เลยเชิญครับโอ้ในกระหังคือสวยจังเฮ้ยเพื่อน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ขอบคุณไปจังเลยเว้ยเดิมเดิมเราไม่ต้องเดินเว้ยรีบกันเดิมเว้ยใจกลางใจไว้เดินเดินเลยครับเดินครับเดินครับผมไม่ได้เมาอ่ะเพื่อนเดิ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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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เดิ
ผมไม่เมาไม่ไม่เมาเลยนึกเอาไปเฮ้ยเพื่อนผมไม่เมาไม่เมาเฮ้ยปิดประตูดีกว่า我们损失了多少？全年收入的60%。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刑警早晚会总动员，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我不会放过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国际刑警，出一个我就杀一个。お前たち、あっちで棒投げしておいで。お兄ちゃん、待って。気をつけて遊ぶのよ。中村だな。国际刑警死了13个人。我们也死了4个弟兄，算起来没有好处，而且惹起了火头，刑警还集中注意力在我们的组织上，我们早晚会有麻烦。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要不然我们4个弟兄死得太冤枉了，你们说是不是？我们死了4个弟兄，你一定很痛心了。嗯，杨林。你现在已经没有了4只手指头，疼是疼了一点，可是还可以保着一条命，算起来还便宜了你呢。停手！你们还当不当我是大哥？你看我有动手吗？扶他出去。是。大哥，你行动既然那么不方便，就不要管那么多了。至于国际刑警的小事情，就由我们后辈跟上口组来办好了。你认为怎么样？Thank you.
报酬我不管，可是组织的六成收入怎么办？大哥，你可以放心，我跟上口组计划了一个黑十字行动，那时候可以得到相当于一年毒品的收入。好，说来听听。还没到时候，我们还要保密的。你坐稳点，等着收钱吧。其实行动已经开始了。哼，堂堂国际刑警，在一个月之内死了13个人，不是被人杀了，就是被人抓了，这像话吗？你们究竟搞什么鬼？不派人去还好，派一个死一个，现在是兵抓贼呢，还是贼抓兵呢？嗯，喂，处长，美国的方先生来了，马上请他进来。现在好了，什么面子全丢光了。限你们一个星期之内办好所有案件，还不出去？是。是请里面坐。请坐。谢谢。处长，我是。我知道。你是美国毒品调查科的方中尉。而且还是警校的一级荣誉生。过奖了。不知道方先生这次来，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呢？怎么那么巧？我也是这么对你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呢？那你认为有什么可以帮我的吗？有，简单的很，我的工作就是替你付钱。火烧金三角，中断毒品来源，本来就是一件好事，不过可惜产生后遗症，令到亚洲的黑帮团结起来，要大报复，看来情形越来越恶劣。不会啊，我们这里完全受到控制嘛。处长，坦白一点说，我们不调查清楚，绝不会贸贸然来的。而且，据我所知，他们的核心人物还在香港。那你那方面有什么提议？上头提议你请人帮忙。一，他们不是警方的人，做事情比较方便。二，以他们的身手，什么事都可以办妥。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人呢？我知道，不过他们要的价钱太高，我们负担不起。有我们美国人照应，地球也可以撑起来呀。Bon travail, Monsieur Chang. Merci beaucoup. De rien, tout le plaisir pour moi. Après votre dernier message, nous avons reçu les 10 milliards de francs dans notre banque suisse. Très bien.Aujourd'hui, c'est très facile pour les professionnels d'avoir accès à l'ordinateur central pour voler l'argent. Est-ce que vous avez versé ma part à la banque? Bien sûr. Chaque fois que vous avez rendu un service, c'était très satisfaisant. Très bien. On s'appellera plus tard. Merci bien. Lovan, 喂，处长，稀客，有什么贵干？啊，阿江，处长，怎么样？你亲自出马？我来介绍，这位是美国毒品调查科的方中尉。你好，你好，幸。这位是天使组织的首领江先生。哎，杨波，你们都敢夜？
的信呢？我的呢？你来给。有没有我的？啊，我的呢？哎，滚，给我万如航的资料。好了。怎么看的？怎么回事？老板生气了呀？就是你。老板早。你订了我明天去台湾的机票吗？啊，没有。那你还不快点去订？啊！我不想明天坐飞碟呀、啊，傻妞。你看老板今天心情多好啊！今天闹着玩呢。喂，阿孟，谢谢。喂，我是阿娇。阿珍啊，又有一家子要请你去办，又要我请长假？这家子很拉手，那么严重？是啊，天使一号也要出马。他也出马？阿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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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待て。はい。はい。ほら、太郎。はい。さあ、来い。いや、それは違う。ここに行って、相手の力をうまく利用して。わ、割るんだ。わかった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ほっ、ほっ、やめー。おはんぎ。先生、大変です。一緒に連れてってください。いや、一人で行こう。教えたこと忘れるなよ。先生、先生。让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蒙，这位是伊琳。嗨嗨。哎，这次行李这么简单啊？在那边呢。谢谢你了，小伙子。哎，让我来吧。哇，你的行李每次都这么多啊？哎，小姐，叫你呢。嗯，干什么？我不是谢过你了？不是的。我替你拿，谢谢，谢谢你了。不用谢了。怎么就是你们两个？不是，天使一号在等我们，走吧。机长，
嗨。好吗？好久没见了。你好。对，我们又有机会合作了。是啊。嗯。啊，这位是伊林，西城先生。嗨。你好。这位就是天使一号啊，挺帅的嘛。阿全。回来也不通知我接你的飞机。有件很辣手的案子要找你帮忙。哦，接机这么小的事情怎么敢麻烦你陈警官呢？想不到唱得不错啊。是啊。喝点东西。好。干杯，干。好棒啊。嗯。唱得不错嘛。唱得好又怎么样啊，每天晚上要我唱一个场子，累都累死了，又没有钱，一点好处都没有。好了好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晚上会有收获的。你怎么会知道的？我也想知道啊。啊，走。哎，走。先生，请问你想喝点什么？给我杯gin tonic。好的。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关你什么事？当然关他的事了，不要得罪我们的财神爷。哦，我知道了。陈老板，你一定就是那个位子留好了，刚刚从美国。是。你的朋友已经到了，都在里边。陈老板，不错，里边请。嗯。你就是美国来的后台老板。千万别这么说，不过钱由我付是事实。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郭先生，这位是陈老板。陈老板，郭先生，你们到那边去。是，有事跟我们老板谈。让我来正式介绍，方中卫、阿温、西城、嗨、伊林，你好。你好。那么嚣张，又没有整你。别闹事。干杯。好。在门口看着。哦，我们进去谈。该你唱了。
一个国际刑警值多少钱？是谁主使你的？你想知道我是谁？到窗口看看。哎，不用到处看了，我就在你对面的废车场。幕后人是谁？你一定会说出来的。谢谢。杨林、陈勇，大日公司的董事，原来真的是他们。刑警档案室的资料就是交给他们的。给我查到大日公司。好的。桌子上有三只表，是追踪器。你们戴上了，电脑就会知道你们的正确位置。这好看点，给你戴。如果总部有要紧的事要找你们，追踪器上的指示灯就会闪的。挺好玩的。晚上大家小心点。嗯。
小心事儿。兔子钱家订单吗？你看你码多少？20万。嗯，如果只是20万的普通订单，怎么会放在保险箱里？嗯，说的对。继续。阿强刚刚来电话说有人偷偷进了公司，你们怎么办事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根本就不在现场。还不快点去查，我要知道是谁干的。我会查的。明天的事千万不能失手，我不会再给你机会的。我知道。真棒，下次叫我去。喊嘞。喂，什么人呢？一定是谈情说爱呢。过去看看。走。嘿嘿，喂，天亮了还死缠着呢。小心感冒啊。带他去开房间吗？这家伙倒挺会找地方的。走了走了。没钱还想泡妞。是啊。货已经搬走了，浩哥。好，准备开车。这家伙，哎，那边的车干什么？在车里泡妞呢。哎，浩哥，那个妞很正点呢。好，正你个头啊！提起精神干吧，干不好，当心大姐会宰了我们。嗯，干活吧。嗯，干吧。哎，他走过来了，快点，慢慢。做戏吧。
对不起，快点啊！你看有什么古怪？菲律宾来的货还有什么呢？不是枪就是毒品。这次从水路来，一定是毒品。那一定是藏在鱼桶里面了。我看不是每桶都有的。 我们小心看，就会发现。这么轻，有古怪。开手。老大爷怎么样啊？哎，帮忙把它抬起来啊！我的天啊！您真的好，浩哥。 老程，随时可以走了。好，没事的，上车。 这些值多少钱？哼，大概就3000万吧。想不到金三角烧了，菲律宾还有那么多存货。哇，那我们不是发财了！<笑>喂，他在，请等一等，老板，警务处长找你。啊。喂，处长，什么？ 杨林叫你找我，<笑>杨林这么快就找我们了？我那么有面子。明天2点，半岛酒店，处长，我们应付得了，叫你的人千万不要插手。拜拜。<笑>杨林找我们谈判？嗯。Kitty，拿半岛酒店附近的地图给我。是老板。那明天呢？
好，谢谢。喂，江先生，你倒是很准时啊。好啊，我一向是计算准确。看起来你们天使不大友善啊。我们专门向恶势力挑战。好，是英雄重英雄，你们要什么条件？我的习惯是不收空头支票。我说出来了，你付得起吗？嗯，说吧。放了全部国际刑警。 停止一切报复行动。哼，你以为你们是什么啊？是天使啊？原来你们天使还没有查清楚我杨林是什么人物。我从来不会受人威胁的。3000万，小数目，拿去花吧。 高材生也跟来了，看样子不让他一起玩也不行了。文哥，啊，小心点啊！ 下不下来玩扑克牌？哼，来就来嘛，谁怕谁呀？
举手。嗨！好正点呢。走。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长得真风骚啊！是啊。我是从台湾来的，我没事。台湾来的。帮帮忙好不好？好。好。你的东西不要对着我嘛。别对着他。哎哎哎！你们看，你们看呢？看什么呢？你告诉我嘛。文哥，什么事？没事，我摔着了，没事。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多好啊！那怎么行啊？没事了，没事。陪陪我们嘛。那我怀念呢。这个车子呢？过去看看啊，挺漂亮的。哎哎哎！你看什么嘛？看我还不够吗？对，看他就够了嘛。什么？是我。啊！嗨！嗨！快点！奸细，快走！是吧？快回来，快点！走，走！哼！你们走开！真是美国大少爷，有勇无谋有什么用？他不来就好了，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花拳绣腿。所以呢，我早就装了个追踪器在方中尉那儿，不管杨林躲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到他。卑鄙！伊琳，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自私。你拿他的生命开玩笑，无耻！如果他死了，你心里好过吗？大不了马上去救他好喽。
是小喽啰，干嘛那么拼命？我喜欢了，我卑鄙，我自私，我无耻嘛！哎呀，谢谢你啊，不用谢，我承受不起。哎，我们分头找方中尉啊。 勇敢吧！一座山那么高，我都跳下来了。哇！哎呀，不要不要！你忍着点嘛。哇，好疼啊！喂，现在人已经救出来了，杨林的人也散掉了，我们可以遮风尖收钱了啊。这桩案子哪有这么简单呢？还有下文呢。西城说的对，我们搞定杨林了吗？就是啊，方中尉很难向上头交代的，你说是不是？Well， 如果你们认为这桩案子已经结束了，我可以叫美国人付钱。哼，天使不是只会要钱的，等搞定之后，自然会向你收。也可以呀、啊。的确够爽快。嗯。哦。哼。嗨。哇。
好啊。我想上厕所。嘘，女孩子要斯文一点，不能让人听见呢。行，我带她去。干什么？他们没事的。很快会醒的。你们不认识我吗？认不认识你没关系，认识你女儿就行了。听电话吧。喂。弟弟，姐姐带我到游乐场玩好不好？弟弟，让我去喽。好，不过记着不要玩得太疯了。拜拜，弟弟。我们走吧。那我女儿呢？你放心，我用人格担保，你女儿不会有事的。我在停车场等你。我又不是警务人员，为什么要抓你？我可以答应放你走的，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要立刻停止大报复行动。我也是身不由己，杨林他势力大，我斗不过他。哦，全部都是杨林的意思？你以为我会这么笨吗？这样干下去早晚会完蛋。你知道就行了。我想知道你究竟是不是天使。我不想欠你的人情，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小心杨林吧，他还有一桩大行动。哦，不过你不用问，因为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是什么，只知道关键在一个密码上，而且是由日本人支持的。谢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你女儿没事了，已经回家了，再见啊。大行动密码杨林已经藏起来了，你说我们怎么查？哼，请我们的荣誉生出马不就行了？雨林。什么？我说美男计呀。你说笑话？哼，什么说笑话？我还记得那天我拼死拼活的冲进去救他的时候，他一点伤都没有，连衣服都没有破。哼，那些刑警啊，全都受伤躺在地上，90%杨林喜欢他。嗯，是又怎么样？难道要他去送死吗？是不是得到密码就可以破案呢？我办妥了，是不是可以加入天使呢？当然可以了，为什么不可以？见杨林。
有没有人知道杨林躲在哪儿？我们带你去见你要找的人。大姐，把他带来了。大姐，这是在他身上搜到的。给我滚出去！是是。你这个美国大少爷，只懂得这样带枪的吗？你们还有什么法宝啊？坐，方中尉。哼，你找人的方法倒是很特别的，现在已经让你找到了，有什么指教？我要知道大行动是什么。你说什么？你实在太天真了。你猜我会不会这么容易就告诉你呢？你凭什么？就凭这支枪可以了吧？虽然只有一颗子弹，可是我有信心一枪打穿你的心脏。我看你想不说也不行了。哼，其实你并不需要知道什么大行动，你可以一枪打死我，反正金三角也没有了。如果连我也死了，那你们这些美国人就更得意了。不用考虑了，开枪吧。你不是说过一枪可以打穿我的心脏吗？我等着你。你不忍心啊？要不要我走近一点，再让你瞄准一点啊？怎么样？美国大少爷，还想知道什么？我要知道那个密码。好，我把密码告诉你，你不要后悔呀。真的找不到他，玩啊，玩出事了。石成，我去看看还有没有方中尉的消息。方中尉，你千万不能出事啊！怎么样啊，美国大少爷，你觉得舒不舒服啊？哼，你真的很想知道这个密码吗？是。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密码就是1987。方中尉有消息了。我做了天使做不到的事，我已得到了密码，密码就是1987。1987。1987。他有没有说他现在怎么样？这次我真的估计错误，杨林怎么会放过我呢？再见。
简直是傻瓜，白白的去送死。知道了密码又怎么样呢？1987。照顾好一点。知道了。哇，这就是鲍宾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嗯，这兔子挺好玩的，你一定跟他说你是兔年出生的哦。还用说吗？今年根本就是兔年。哼，你真会敲竹杠啊。那当然了。1987，兔子，兔子钱箱。 K， 帮我查那200,000兔子钱箱订单。Kitty， 查到什么？大耳公司在半年内没有重金属买卖，除非钱箱是用金子做的。什么？对了，今天下午2点有批金子运去瑞士，值30亿。30亿。哎，立刻通知老板跟处长。这位先生要见您。行了，什么事？我是天使一号。调总部。我们可以出发了。收到了，长官，他们准备好了啊。出发。是，考林进车，你们可以出发了。开车。先生，对，口令总部，一切正常。长官，情况良好。嗯。兔子刚刚在我面前跳过。口令进车。是，进车收到了，有什么事请讲。主管就先动了。我们现在快要出隧道了，向机场方向前进。兔子现在跳到你们那边，你们可以准备了。收到了。
车收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没事。长官，他说没事。他位置在哪儿？长官问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叫他吃屎吧。啊，这次发财了，不会再穷喽！哎，停车，停车！哎，怎么样？我们发财了，发财了！西城先生的指示灯没有了，救命啊！快放我出去！救命！放我出去！怎么了？西城的指示灯还没亮呢。不会的。西城叫 Kitty 打电话给我之后就进了金车，在没多久之前，指示灯的讯号就越来越弱。现在连金车也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呢？我也不大明白，希望他吉人天相。就算人死了，追踪器还是会亮的，除非被人融化掉。Kitty， 请你查一查全香港熔金厂的资料。好的。救命啊！全体收队。找到熔金厂的地址了，为什么要我穿这件衣服？衣服又宽又旧大，别穿那么多了，反正有你好处的。大姐，陈大哥他们出发了。浩哥，如果用真金做的，那就发财了。阿辉，我们出发了。是，陈老板。大姐，替我看着你了吧。大姐，陈大哥会不会出坏主意？他敢，他最疼他女儿了。
刻通知处长。你被关了这么久，还这么勇猛，不愧为天使一号啊！你发财了。嗯，彼此彼此。你想挡我财路？留下这些金，你走吧。你凭什么？你放心好了，我不会为难你的，你又不是警察。大姐，金子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事啊？立刻去查看。是。你没事吧？我没事，多亏他帮我忙。我们大家都不是警察，这交给你处理。哎，阿蒙跟伊琳到熔金厂去找你，现在失去了联络了。今天晚上跟你再赌，我要本利归还。是不是真的？当然真的，怕你呀、啊！来就来嘛！哎，收裤子哪去啊？老地方了，这是老地方了。你爸，好，上车啊！哎，下了班有什么节目啊？回家睡觉。哎呀，想点节目嘛。Yeah!
那维吉尔·索瓦大派用场。张林呢？没想到你连这些扣子都肯扔吗？哼！你们这些天使真讨厌，抢完了毒品，又来抢金子。西城呢？你把它藏在哪儿了？西城。在哪儿啊？你们没事吧？不知道伊林会怎么样，一定闷死他了。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会有事的。他们呢，坏死了，不许我吃东西，又抓住我打针，我一下就给他们下点迷药。放心好了，我下的药很轻的，很快他们就会醒了。啊，死心不改，大功告成，恭喜你们了啊！哼，有什么好恭喜的？我看我们这次啊，一定是白做了啊！哎，你放心，钱呢，全部都已经存进你们户口了。谁付钱呢？方中尉啊。啊？嗯？怎么他没死吗？医生说，幸亏他的身体好，不然早就没命了。他现在在哪里啊？在隔壁房间。那我们去找他了。哎！哎！